核酸内的巨石具有稳定核床，减缓流速，并兼具促进自然生态之作用。核酸局在治理核酸的时候呢，会把这核酸的这个石头呢，放在就是河道的凹岸的地方，或者是水流速比较高的地方。那这些呢，石头呢，最主要呢是在减缓水流冲击的动能。那也就是要增加河床的粗糙度。那河床粗糙度增加以后，河水的能量就会消减，消减以后对河床的冲刷呢就会减低，对河岸的冲刷也会减少。那这时候呢，它就能够保护到我们河川的堤防、护岸这些防洪工程构造物。所以呢，这些石头呢，它扮演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所以第三河川局于发包疏浚工程时，契约均明定禁止厂商将长径1公尺以上之巨石外运。又为防止有盗采之情势，河川局近年来所采用采兽分离之作业方式，虽有相当之管制效果，然砂石业者以借牌、换单、转单等脱法方式，造成实际上为采兽合一，管制上亦有其困难之处。加上近年来砂石供过于求，而价格下降，反而河川巨石本籍较为稀少，且缺乏合法取得管道，因物以稀为贵而价格高昂，亦加深业者之犯案动机。第三河川局于1999年间所进行之大甲溪里冷段疏浚工程，兼供土石采取采兽分离作业，实际上为同一营业主体的某公司及某砂石行，即以某公司之名义标得疏浚标，再以某砂石行之名义申购砂石标，另以借牌投标、转单、换单之方式取得其他砂石厂商之领料单，利用实际上采兽合一之机会，在河川局某承办人之积极掩护及包庇下，趁保全标厂商之监控疏漏，以怪手、砂石车甚至是大吊车及拖板车盗采河川内之巨石。台湾台中地方法院检察署1999年6月2日傍晚接获通报，有河川巨石遭不法外运，甚为重视，立即下令召集国土专责检察官，成立专案小组，并在当晚召开专案会议，分析相关证据，解析犯罪手法，以及拟定侦查计划，立即于翌日讯问相关证人及搜集进一步的相关事证，研判有官商勾结，以合法掩护非法之大规模组织性的盗采犯行，同时发觉相关人士有串证情形，专案小组遂决定立即发动强力侦查作为，于隔日1999年6月4日清晨发动搜索，由4位检察官亲自带队，指挥52名警调人员同步搜索第三河川局承办人办公室及住家、疏浚标厂商、保全标厂商、申购砂石标厂商等8处，当天带回涉案厂商及公务员共32人调查，并向法院申请羁押第三河川局涉案公务人员获准。之后，并依涉案人之供述及账册之记载，追查巨石之下落，陆续指挥警方前往台中市东市区、和平区、神冈区、大肚区及新竹县琼林乡等地，扣押大石共6000公吨。专案小组基于增进环境法益及追求修复式正义之理念，除积极查扣遭外运之巨石外，并晓谕相关涉案业者出工出力，将大石运回河川局指定地点堆放，由台中地检署出面召集河川局及警方多次召开大石归还会议，共同决定各机关之分工及制定返还流程。
定东势河滨公园上游，台八线里程约二 K 处之河川临时运输便道外侧为堆放地点，其目的乃基于大甲溪于该处分为两股，右侧分流造成右侧高滩地冲刷流失，形成河川凹岸，每逢大雨来袭，造成堤岸及砂石运输便道有冲毁之余。经河川局邀请水利专家现场踏勘评估，右侧分流以雨采截流方式处理，将长水位水流集中于河道中央，借以保护右岸堤岸及砂石运输便道，故规划将巨石堆放在前述地点，并以钉坝工之方式堆放，以保护便道，减少修复成本，节省工程。以抛石钉坝来讲，它是一种透水性的钉坝，那也就是说它不会呢直接跟水流产生正面的冲击的问题，也就是说呢水穿过石头，它有部分会被阻挡，但是有部分呢可以穿过去，那么这样子的话呢，它就可以消减一部分动能，也减少它正面受力的力量、哦、那这样子的话呢，它是比较符合现在的生态的一种工程的方法，也就是说呢，因为呢你石头有大有小，然后呢它就会呢形成呢不同的河川的栖地，那这些栖地环境呢可以提供鱼类或是水生生物呢它不同的一个栖地环境。另外一个就是说呢，抛石它是比较自然的景观啊，对于景观的协调度，对于我们人类呢，如果要是利用这些清水空间的话，它也是比较理想的哦。那除了这个以外呢，当然就是它对啊环境的二次公害也会比较少，不像混凝土的话可能会有一些二次公害。当然就是它也有它的优点，不过它也有它适用的条件啊。如果你的抛石不够大，那么你的吨位不够重，很容易就被水流启动。台中地检署与第三河川局并于疏浚砂石临时运输便道必经路线东势河滨公园内设立刻上大石环珠山川护堤长固家园之碑石，希望借由祭祀碑文将本次事件原委篆刻于大石上，并期许相关从业人员应依契约执行河川疏浚，以免触法。这个是我们所查获的大石之一，那为什么会立在这里？是因为这里紧邻的大甲溪砂石运输便道，那所有的砂石车一定会经过这里，那立在这里可以让他们所有的砂石业者能够有所警惕，也让所有的公务员能够联能致辞，依法行政。在环境案件的侦办、查获甚至是起诉、判刑，都只能算是成功一半，接下来要面对的问题还很多，如何在符合公平正义的情况底下修补受损的大地，有效率的清除这些有害的废弃物，甚至是让盗采的大石能够回到河川，而且在复原的过程当中，如何善用检察官的高度来统合及协调行政部门的资源，如何借由柔性沟通的力量让这些涉案人能够主动负起复原的责任，以及如何设计妥当的监督程序来避免衍生二次的污染或是新的环保犯罪，这些都是我们检察官在处理环保犯罪时必须要严肃面对的课题。跳出侦办案件的小框框之外，我们检察官能做的其实很多。我们在过去有一段时间呢，这个部分经常给社会外面有一些不良的观感。可是要怎么样解除第一线同仁的问题，那就是我们平常把这样的一个法规架构，把这样的一个作业透明化。啊，非常谢谢，在过去这段时间呢，包括各检察官对这样的一个事情，能够在了解在这个实际现场的困难情况下，全力的来支持我们。那我们也希望我们的水利署的同仁本着这样的原则，以后来顺利处理。专案小组为求勿枉勿纵，不眠不休认真追查，前后共发动六波之同步搜索行动，共讯问涉案人上百人次。动员之警调人力达数百人次，多次复训至深夜，其中一次专案小组系通宵工作，至翌日上午10:30许方完成阶段工作返家休息，终能破解官商勾结以合法掩护非法之犯罪手法，查获此一史上规模最大之盗采大石犯行，并以创新之理念
促使涉案业者将大石回归山川，以生态工法构筑钉子坝。针对专案小组之辛劳及创新办案理念，法务部也特别颁发法眼明察讲座予以肯定。那么我们希望第一次啊，把被盗取的大块石头呢还诸河川，这样一个动作引领未来如果有劣势的犯罪行为，我们应该尽力的把这些被盗采的山石能够把它追回来，而且让它回归原来的地方，能够发挥它护岸护堤以及保护那个便道等等，当然它更可以达到保护人民的财产生命安全，有这么多的好处啊，我们希望这些同仁呢以后更加的努力，更加的维护我们一切以人民的安全为重点，那在这边我们给他们的努力表示感谢之意。